Chumdim gumbon jahora yang lab jang zalo gangalo chudum ni chum chum ni daram daram sevi chenye doga chum chum si ni ji dagra lam zana kanta debi zara maru mandor dumre jezervi doso kala vachu dabje yang la dubje yang dangsong chudre chedo nyamon Liji chokto chomza jang maru manzer dungurem nyeke chenye chomza rachan nang donde da chang sabjin da chong yonten li chokye chi tego ke shetra pshetang chenye Yenche mdanglo manzer jang warang yang lan dada Pseydana chi jim jenang wazir ji mdanglo dama mambarab zarni Kwaadam damchu zhonglu dobaayi lochu robi nangwaab jidda sur Nyangji jimbo surdana nimi zhang zhongde monu jimbo ngabdiyat Pakiradam ngam zhangdu shenme do dhomba tijji janglaab shangzaar do Haa, wo men xianzai kaishi jiangke 那讲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心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今天我们停法然后就是好好的修行总这样的总有一天就会成佛的成佛以后 去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那今天的这个课里面呢就讲这些具体的修法那前几天两三天的这个课是一些我们的佛教的一些这个修行的一些这个常识 还有一些这个概念就是讲这些还没有讲一个具体的修法那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个这个具体的修法因为这个具体的修法是非常重要了我们也需要懂这个佛教的一些这个理论常识这些也要精通但是呢 仅仅是精通了这些论点就是不是解决问题了呢还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烦恼要断除这个烦恼要断除这个烦恼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最终就是发心去度化众生那度化众生的话要度众生的话需要成佛 不成佛是没有办法度众生需要成佛那要成佛的话这个我们要断除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烦恼都要断除断除了以后才能够这个成佛没有断除烦恼就没有办法成佛那断除烦恼的这个方法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修心 修行了才能够断除烦恼烧香拜佛磕头这些对我们的这个减少烦恼有没有帮助呢是有帮助的断除烦恼有没有帮助呢也是有帮助的但是烧香拜佛诵经念咒这所有的除了修行以外这一切都对这个断除烦恼只有
间接的这个只有间接的利益没有直接的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最终我们还是要这个修心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修心怎么样修呢？修心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那当然修心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方法有些人说修心就不需要这个打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是这个修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的时候生活的时候都可以修心但是这个说法呢就是有一点问题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能修心是可以修心的工作的时候呢也可以修心都可以的，但是这有一个前提这个的前提是什么呢当我们的修心修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不需要专门的这个打坐，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修心工作的时候呢也可以这个修心，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我们的工作呀生活呀很多都成为这个修心的一部分修心的一部分，修心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可以是这样子的但是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之前我们边工作边修行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难度这是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那这个时候需要什么样子呢？这个时候呢必须要这个打坐以打坐的形式完成我们的这些功课那打坐它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条件呢打坐需要有这个打坐的这个适合打坐的环境适合打坐的环境，然后就是适合打坐的时间然后这些都是这个需要的，适合打坐的我们自身的这个心态心灵的这个调整调试这些都是需要，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呢我们打坐也就不会打得很好所以在这些就环境呢时间呢等等这些条件具备的这个前提下然后去打坐静下来打坐这是我们以后的最重要的这个功课平时我们磕头还有这个每个人都会做功课的时候呢会念经这些都是功课这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唯一的就是不能缺少的就是这个功课这个打坐不打坐的话，比如说很简单很基础的修法，比如说这个出离心那出离心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可以很多东西让我们升起出离心但是呢这些这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事情虽然是这个在仪式当中让我们升起这个出离心但是呢因为这不是一个修法，所以这个过去了以后呢这出离心又开始消失了有些时候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父母去世了婚姻呢感情呢家庭呢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事业上面呢工作上出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些人的心里就会升起一些这